所以我爱人的法术状态，我爱人怎么样有希望耶稣的。好，小朋友看台前。好，小朋友们在这样的环境跟这么多人共同跟他一起做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我觉得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体验一定更丰富。我们小时候都会说植树是非常重要，他们亲身参与，然后又利用我们老师们家长们共同互动的时候，跟他们讲解又对客家文化里面对盘花的一种特色跟虔诚的心。然后我们看到屏东林务处这样子的跟我们机关之间的合作，然后我们利用这样的场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说，其实最近很多地方环境是越来越严峻，都要靠我们每个人实作。那我们希望我们去年得到国家环境奖的特优，用文化传承的方式来做结合。今天各位可以听到这边有非常优美的客家音乐，而且刚好跟种树有密切的关系。然后各位听到我们的相关的同仁报告说，客家庄对这些花种的一种运用跟一种想象。那也希望大家共同的让六堆文化园区用一个生活博物馆的方式做个平台，希望在六堆这个地方呢，大家都有各族群的文化交流，各族群文化传承，然后利用今年六堆300年的活动呢，更多的事情被大家一起讨论，尤其是一起实作，让这些小朋友的身影越来越快乐成长，我们自己也像小朋友一样充满学习充满动力的实作，希望大家都开心。小朋友种客家文化有关联的这些树种，尤其这些种下的树，除了可以净化我们的泉水以外，对于客家文化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包括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做盘花。盘花的一个意义是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承也很大。这个对于文化扎根，对于我们客家文化的这个传承是非常有意义的。那除了生态的这个永续以外，还有文化面的结合，是跟过去的那个植树活动有比较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乐见可以参与这一次的这个活动。